都在这里，我要怎样告诉别人？发现我们黑色华文企业的这个社群网站，它有播出一段影片，就是有关我们大甲妈祖绕境对跟民众在大春乡中山路三段发生的纠纷哦。那在同一个时间，我们分局警务指挥中心接到民众的报案，在这个地点有这个纠纷发生，那分局这边立即启动快打机制哦，调度线上的警力还有侦查队的警力到现场去。那到现场去并没有发现相关人员在现场。那我们分局立即做一个查证，那发现这个发生的原因，就是我们大甲妈祖绕境队36执事，他因为在行进当中不慎跟民众发生碰撞，才引发这个口角纠纷。那对于相关涉案人员目前分局已带着来做一个侦办。并且依刑法第150条，我们来送侦办发生这个纠纷，并没有人员。